那弹弓呢，我先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，夏天在叫的那个蝉有没有？如果打得到的话，表示它的功力很好。哎、欸，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子。结果突然发现大家都是猎人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差一点。其实我们这种榕树很多，这只是最容易到达的位置而已。非常漂亮，对不对？有一种说法是说，他这个哦，如果在你别人在盖新房子的时候，如果你跟他很不好，就把这个藏在他的屋檐上面，让他一辈子很难翻身，这样这是害人的。以前在巫术的年代哈、哦，有这种做法。做很强韧的绳子，好、哦。就可以回家交差了。